在本地的这个设备里面装上大脑，这就是嵌入式人工智能。整个软件跟硬件的一个设计要做到极致才行。真正带来时代的进步是因为技术的进步。我在机器学习这个领域的话，做了20年了，96年、97年就开始了。我应该是在华人里面的话，做机器学习研究可能是最早的几个人之一。地平线呢，在做的是叫人工智能里面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分支，叫嵌入式人工智能。顾名思义，什么叫嵌入式呢？我们就希望给汽车呀这些很多的产品里面装上大脑。这个大脑不是在云端的，而是在本地计算的。到今天为止，我们知道手机的这个无线网络的覆盖已经非常好了，即使在一些发达国家啊，但是你在不同的地方，我们都能发现信号不好的地方，延迟也很大。我们可以想象，比如说像自动驾驶，如果你车在经历那个隧道的时候，有一个紧急的事情发生，比如说有一个小孩突然从马路穿过去，但是在隧道里面你信号也不好啊，那怎么办？所以这里面的话呢，就需要我们在本地的这个设备里面装上大脑，这就是嵌入式人工智能。但是呢，汽车的话呢，因为它的对可靠性的要求很高，像很多的这个就高性能的计算，它实际上这个发热的非常厉害。如果这个发热的这个问题不能够解决的话，那么它烧一段时间的话，这个机械芯片的这个物理性能就会出问题，就会烧坏啊。所以一定要低功耗的设计啊。所以你看，一方面你要高性能，但另外一方面你要低功耗。我举个例子，就是说既要这个马跑，又要这个马不吃草，怎么行呢？所以就是说，你需要这方面的这个整个软件跟硬件的一个设计要做到极致才行。这个的门槛是非常高的。大家都知道，就是 Mobileye 的话呢，是自动驾驶行业里面做的世界上做的最棒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其实典型的一个嵌入式人工智能公司，它做的就是说非常实时的这种高性能的这种计算，但是呢它只用大概2-3瓦的功耗来完成这样的一个计算，那这个是很了不起的。那地平线的话呢，其实我们希望就是说能够把这个计算能力的话呢提高就是一个数量级以上，但是我们能把功耗降到1瓦以内，这个是我们在做的事情。比如说地平线的话呢，在自动驾驶这个领域，我们在做的叫雨果的这个平台，那么它实际上是自动驾驶的大脑，它涵盖了从感知到预测到推理到决策啊。那么也就是说，在感知的话就是路面在发生什么事情，对吧？那么这个预测的话就是他们下一步要发生什么事情，比如人要往哪个地方走，车是不是要变道啊。那如果是推理的话呢，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这么做，别人会怎么样反应？比如说我要换道的话，别人会怎么样反应，对吧？啊，然后这样的话呢，就你可以把这个推理判断是沙盘推演啊。那沙盘推演了以后的话呢，就是决策。决策的话，就是我应该怎么样去做路径规划。所以从感知到预测到推理到这个决策，那么整个的话呢，是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汽车的一个大脑。未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的产品内部的话呢，要装上这种嵌入式的人工智能的芯片加算法，然后使得它变成从原来的一个被动操控的一个产品，变成一个主动的可以感知、可以决策、可以思考的这样的一个 robot。